早上好，昨天我和我表弟找了个住的地方，是，他住那里，我住在这个沙发上，一个昨天那个姐姐的办公室，我们就住在他这个办公室里面了。今天早上一醒来，我表弟就去卸车了。现在是早晨，刚起来，没那么多人，志愿者应该都休息了，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应该人会多一点。在这个场馆下面已经堆满了物资，在这个门外面也正在志愿者正在卸物资，全部都是。连续卸了几辆车之后，身上就汗流浃背，这边全都脏了。在这边还有，有稀饭，有饼啊，有手套，有手套。给你拿包。这里找我，我这里需要通风装。这边还是有很多救援车辆，源源不断的往这边送物资。昆居，累不累？累。你这人。Hello，对。我们去卸车了。卸车了是吧？对。和我表弟要去那边当志愿者，帮忙卸东西。今天我们准备晚点回去，或者不回去了，跟着他们志愿者一起去干活。